我比别人靠认真，啊哈，我比别人靠打拼，嘿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比别人靠打拼？学不改，学不改。电风扇，电风扇，对对对，来，预备。电风扇有三个阶段，电风扇，你捧电风扇，我摸电风扇，模仿啦，模仿。预备，去。你是搞了，我们，你要去传神，你要给这个答，这个题目来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答案，来来来，阿铁，电风扇，啊，这是弱风，没有没有，嘿啊，阿力阿力哥，你给我打了是吧？啊，会转，现在转头，一个谁哦？阿力哥，电风扇掐到我。也踹了，踹了，踹了。谁被跪？丢你啦！所以你要去抓住那个精神。一百电风扇。电风扇。沙索。电风扇黑菇。旋转好奇瑞哈。你这是冷气还是电风扇？好，电风扇拔豆。掌声鼓励鼓励哈，李先生你好，好好好好，有学习的精神就有成长的机会。其实谐星很难的哈，大家慢慢来。现在再来唱歌，等一下要进阶了，往下面拿。来来来，我跟新田，你跟新田来，对对对对，要用星星的姿势出去。喂喂，牺牲很大哈，来，歌名叫做《三天三夜》，掌声鼓励起来。汽水也会醉 ，Oh yeah， 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起得好像可以飞 ，Oh yeah，OK OK， 加入我的行列 ，OK OK， 白天跳到黑夜 ，Always Always， 快乐不会吃亏 ，No way No way， 谁也别想去。回坐，我们都跳到累了。这样呢，大家小学一下，听一下歌俩，那些气氛未歹。现在过来进入最高段的，许教授，许教授。哎，是无人当叫啊！干嘛你傻的呢？这囡仔哦，这囡仔真够模仿歌星。哎，因本身就是歌手啊，模仿别人啊。哦，专门哦。哎，徐富凯应该最厉害吧？一得一名啦。像点名像。曹雅文。为什么？阮月娇，阮月娇，阮月娇，干什么呢？阮月娇也像。阮月娇啊，你不管他就厉害，就厉害，网红啊！你那我们听过哟。预备，阮月娇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越的阮月娇。蔡秋凤，蔡秋凤，蔡秋凤，来来来，清唱，清唱。别人的生命是空金古宝银。阮的生命不值钱，别人啊开嘴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点伊就出代志。蔡兄，我来唱歌，迄阿妈就门拍开讲，他都敢有救护车位遐过？迄就是个精神，哦咦哦咦，就是个精神。哦咦哦。对对对。
迄个蔡佳玲，蔡佳玲，来来，陈雷，好像啊，拍只鼓啊，大家好，尖叫声，啊，辛苦，没有，哎，好啊，这什么？免唱哦，啊，那个说，啊，唱哦。一张情批，暗藏三年六个月，祝福你的话，早就写在皮内底。陈磊唱国语的嘞，有。陈磊大哥唱国语歌啦。你还会谁？国。哎，黄小虎可以啊。黄小虎。啊，黄小虎。啊，给了。啊，给了。嗯。来，一下姐。我。这就忝的嘞，尽量保持你的体力哈。但系愈忝哦。哎，没，你们看看你去提不出来。老师，那个表的吉他，谢谢。凄凉的祈祷声，我找着哀愁的。我想孤单的朋友，小个你啊，手撕掉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靠认真，我比别人靠打拼。为什么比别人靠歹命？娘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喵的吉他声。哇哦！嗯，一共够几个黄小虎？对，黄小虎哦，超厉害。他讲黄小虎，到底是黄小虎还是蔡小虎？哎呀呀呀！黄小虎啦，黄小虎，你要给吗？不要给啦，不要给啦，来。一串的哈，天哪！哎，他叫校长了，到底都怎样？身体有好歹？阿姨的家长会长啊！黄小虎，来哦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。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。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，所以最开心。曾经